我的汗已经让我没有流汗，然后你的汗也是挺棒的。对啊，你要播 BGM 一集。看得出来脸上散满油光，因为刚刚从捷运站走回来。有蜜粉吗？我可以拿给你、啊。不用，我自己要。旁边是不是有猪？没有，你没有看到我旁边有一只蓝蓝的吗？蓝蓝的，那是中毒了。企鹅，企鹅是紫的，对，企鹅是蓝蓝的，他没有接到我的梗，sorry。No no， 哦，中午，现在是中午吗？主播中。你的中午跟人家的时间有点不太一样，游戏 hero， 对吧？是不是？现在应该是下午好吧？三点，好热。F， 柠檬，两位午安。真的都是午安，好吧？耶、yeah. 欸！我真的好红哦。对啊，你今天有点有昂哎、欸，中毒气了。终于约到了哦！我都忘记你在直播上讲过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他嫌弃过蔡雅恩很难约。没有嫌弃。有，你有嫌弃？没有吗？啊、哦，好可爱哦！我杀了。我们刚走回来的路上聊了一个很糟糕。可以讲的吗？女团哎、欸，女团心结现在大家最有兴趣了。是这样的。然后你刚才说他在听你今天这个颜色有点黄哎、欸，但是其实我觉得蛮可爱的啦。所有东西只要加上可爱，就代表称赞哦。所以下次你发现成员胖了点，圆圆好可爱哦！真的要杀了你！哇，我要杀了他！可爱。那我发现蔡澜好像圆圆的呀。举一反三的小孩哦，现学现用。No no， 我觉得不行。可以。人不可以这么聪明，聪明会太聪明会讨厌。是吗？真的。可是我讨厌你。所以我被称赞了是吗？哎、欸，我被称赞嘞。是吗？开心哦。是这样的感觉。好，这样你就看到了。尾音上扬的感觉。啊，可爱，可爱，非常可爱。呼醉博，这是谁？哎，有见过的人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那就初次见面。我很好。对了，初次见面。I'm fine, thank you. 下午而已，不要醉嘛，我们还要晚上场。I'm fine, thank you. 是吧 ？Hello 三 ，Hello 七儿 ，Hello 七五巧 ，Hello 呆呆。哎，有看到红勾勾就知道了，经常来是吧？哎，北极星没有勾勾。他一进来就喊了中午好，糟糕！一进来就这样吐槽他人不太好。嘿嘿，小猪，猪猪猪猪猪。Hello， 大姐。早安，安座，安座，你的勾勾嘞？你怎么没有带着瑞婷的勾勾？哎、欸，你要充电吗？手机要充电吗？不用，先不用。有闭卷了，太突然了。肉的部分是，好可爱！卡车我受伤了，卡车我受伤了。哦，我受伤了。他是说我长得像瑞婷啊，是长得像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啊 ，OK。那我去剪短发。刚刚只看到脸颊，这样子。头发真的完全没有关联，没有关联，完全没有关联。现在你要回京，哦，对，你这个时间很多人还在上班，现在是平日。谢 F 的石头，谢 F 的剪刀，谢 F 的剪刀跟石头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输了，不好意思。耶！一拳必胜负，运气也是那什么实力的一种。哇！姐夫，一定要吗？一定，没有，哎，谢谢，哎，这是谁？麦拉君，谢 F， 谢 F，
你没有看到我在运动会上多硬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整个人就是硬起来。OK， 谢谢。我已经绑面条了。你是煮面条很硬？对，我怎么还没煮的面条很硬？你是还没煮？可是你知道还没煮的面条只要一折就碎了。那你应该差不多吧。那我是骨头。谢谢你哦。但是你现在胖了，应该不会了。是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。你们平常都是这样被罗恩廷攻击的吗？敢说是就完蛋了，跟你们。大岛健雄。哎，我去拿我的午餐去。他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真好。因为我从出门前就开始蒸了。再见。去。巴士哦。看起来，哎，还有人为你护航，怎样？我还以为你碰到你自己了。乐婷走了，我都被乐婷婷欺负，你要不要救我 ？OK， 乐婷最温柔了，乐婷是天使，超可爱的，请乐婷尽量攻击我。对啊，乐婷上次不让我去买葱油饼，因为对啊，我说不让他去买葱，因为我还没播完。我跟你讲，哎，为了天使才舍弃那一下下的葱油饼，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？哇，拜托，葱油饼都没有我好看。那也不一定啊，看到葱油饼肚子会饿，看到你肚子会不会饿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肚子会饿不是件好事的。对啊，看起来很有食欲。有无糖优乐了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喝？天啊，我不知道罗乐婷居然会喝无糖优乐。哎，我一直以来都喝。好想哭哦。从小学。优乐乳怎么可以喝无糖的？小猪这很正常，瑞婷不让你去握涵涵，这很正确，好不好？不是每个人都会，面面也不会让你去握的啦。是吗？是吗？我OK， 你握完我再思考一下就可以。Hello， 米总，哎，不，你现在送戏之光是什么意思？我要帮你立一个罗乐婷吗？我现在手上没有罗乐婷了，怎么办？因为那种无糖，我以为会酸酸的。有人说我们今天两个人长得不太一样，是因为他刚去捷运，我强迫他去捷运站接我过来。对，我不会太过分，怎样？是怎样？嫌弃路痴是不是？于是呢，他就帅气的从他家走去接我，然后回来之后，我们两个人都有一点清爽，有一点黏腻。现在就要二选一了吗？哎，拜托，今天是谁的台？当然是要选谁，是不是？统一的，已经有人在推荐无糖。谢谢，这是蜜粉，好赞，这是你不小心拜的那个是吗？嗯，可是它还蛮好用的。哎，我现在会看了好吗？大家不要讲。嗯，是 Google 地图。对啊，我去日本之后就会看。我跟你讲，那时候就是我妈跟我姐，我妈要去神社。嗯。然后那时候我很累，我想睡觉。嗯。然后我们就在饭店那边，然后去拿水。嗯，你知道优乐乳要放哪水？那我要喝喽。罗乐婷的唇印大家看得到吗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什么叫天使的吻？不要那么变态，变态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支援实景，支援实景没有什么用，好不好？反正就是那时候。哦哦，有人有兴趣哦，天使的吻多少卖？快点快点，50收太弱了吧？啊，在哪？你上拿上层是不是？上层你要拿有饭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啊，等一下，你可以吧？好，放着放，站喽。你没有办法现在打开它，我要疯了。先去拿别的，我很忙哎，干嘛那么忙？不好意思哦，我们解决一下好不好？最强心，哎，开了，哇，这好厉害哦！自己给自己来一个掌声。
天使企鹅，天使企鹅。呱呱呱！企鹅到底怎么叫？我企鹅。企鹅怎么叫？我好像查过企鹅怎么叫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查这个东西？因为我之前会学韩国语叫。哦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。你为什么要知道？企鹅怎么叫？方法就是太阳。企鹅怎么叫？谢谢大家的礼物。什么？后面后面。他到底要叫了没？哎、欸，这不是人可以叫出来的声音，好不好？这怎么被抢？这好像被绑架。不是吧？早上又没有罗瑞婷，早上有晴天，不是因为别人吗？不是，没有，因为别人吗？好，是因为你，是因为你。然后我刚刚学企鹅，它企鹅会抬头，会抬头。现在今天很疯啊，没关系，我习惯了。你喝了吗？喝了一口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会想要再尝试了味道。今天是素水面，没有，今天是圆圆的很可爱的面。我被烦死。傻眼，是谁今天称赞我很可爱，因为变圆了？谢谢你。然后今天崩在哪？今天崩在长相，长相我没有办法控制。我今天也没有好。那是因为你从我身上长出来。是吗？是我问题吗？不是啊。黑啦的是喜鹊，你想念吗？喜鹤、喜哥、喜，这猪哪的？我的鞋子呢？你的鞋子那个故事不是拿走衣服吗？你刚刚重复了吗？擦，不是擦，你才擦。另外一个。左边是谁？快，左边是彩，快，人家问你是谁？左边谁？左我。哦，你认识他吗？认识。嗨。左边，对，你好，我叫谁？请多指教。左边是谁？你猜对了，就是这样。左边是瑞婷姐。谢了。瑞婷的姐。对，瑞婷的姐。瑞婷的姐，合理合理。全都拿了，他没有穿鞋嘞，以前有穿。嗨谁？他这个我好想嗨。我说我是谁？他是谁？谢谢你哦，请多多指教。今天是真实的面面啊，那你都没开瘦脸吗？快。哦，这个是可以直接讲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有调到最尖的。对，你就有开啊。哎，你是强度不够，我自己来。你那是那个。你笑屁了！呐喊，我很喜欢。我也很喜欢。呐喊。我觉得他的那个脸颊的弧度很大。他是一个 S 型，他是一个 S 型。谢北人的安全帽跟什么姻缘什么的。姻缘什么的？马上调。姻缘线。姻缘线。我们要红线是吧？哎，明天就七夕啊。哦对，刚刚雅安见到我，然后就给我一包巧克力，跟我说明天就是七夕了，就有点感动的。嗯，因为七夕会没人陪，所以有点感动到，要哭了。No， 谢谢雅安的巧克力陪伴。那在热艇旁边看雅安，没有，我们差不多吧，是一家在我旁边看的，好可爱啊。其实一家最近真的是蛮可爱的啊，因为我越来越黑，越来越可爱了，真的很可爱哎、欸！狗中的目光有啥？啥呀？昨天被组成啊、昨天被组成呛一波，我吗？有吗？没有吧？明明昨天挺好的，我就自己人过。还有杨杰，哎，杨杰有勾勾哎，怎么办？他上次传哪救不了你，你要直接 sorry。
哎、欸，对啊，各位，明天是七夕耶，你们今天有天使陪，你们不觉得？不是我，我是说我们今天有天使陪，他吃饭还不给你们看，他只露了一个左肩。不好意思，我吃太久。害谁？所以他是谁？他刚刚那个，他是刚刚那个，是什么？糟糕，他什么什么杰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他刚叫什么？刘什么的？还是人家不姓刘，我觉得人家改姓。剑吗？剑杰什么？糟糕了，忘了，死定。我从小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在鬼月里硬塞一个七夕，鬼月里面硬塞一个七夕的原因。七夕有由来什么？就是那个飞上去的那个。是吧？嫦娥是吗？不是啊，织女。对，织女就是那个，你知道故事吗？就是我记得织女是天上的仙子吧，然后她好像是下凡来洗澡。这是我的吗？对啊，你的声音。哦，你不觉得我今天长得很素吗？对，我没有补口红，我也懒得补。我拿给你啊。我自己有，你不要什么九号吗？我今天好像不是带。我买了九号。你的颜色深，没有很深哎、欸，我觉得它就是，真的吗？我忘了。它拍出来就不会是红色。我离开这条线一下。我买了一个14新的，然后买了一个14，然后很好看。我昨天就是擦那个颜色，大家是不是很好看？大家看不到，应该看得到。你确定你问大家吗？我觉得大家蛮直的耶。对，我也觉得这样。就只问他们看不到我的口红而已啦。是不是在我擦口红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没擦口红，他们会问说，是生病了？你今天是不是生病？我经常性的被询问这个问题。十一哦，我有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不知道忘记十，是啦，我之前跟你说，半山腰看不到口红。其实如果半山的话，不知道全素颜大家会不会知不知道？今天没有。以后直接方便，完全素颜上的。看杯子看得出来，你有画口红。什么意思？聪明耶！山顶好吗？可是山顶视野很好啊，就是滴滴会很开心，因为是全部都看得到。嗯。很淡，没有那么淘。可是你也都喜欢淘一点，不喜欢橘一点。我没有喜欢淘一点。那、你在嘴巴上有糖吗？我现在没有吧。有，是的。嗯，这就是我朋友送。我原本没有口红，应该是说那个口红很，我也是口红，就是一号。我以前、那个时候，就是 Hello 王的时候给你擦的那个。哦，那个，哎，凉凉的，凉凉那个。这个不是前辈的那个。十天朱里前辈的 ，A New Wink Wink。那、你这才喂你两只眼吗？不行，我这只会变小。哎、我是两只都可以，那我一个会变小。不行，我右眼会很像。不可以，这只不行。我之前用右眼眨眼，然后有人呛我那个眼面神经失调。好可怜呐、从此之后，大家不要这么坏好不好？大家太坏了。从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眨过我的右眼。好可怜。谢谢你哦。他不要这样了。Hello， 明晶哦，明晶金色勾勾，红色勾勾跟金色勾勾哪一个比较好？红色，红色。它旁边不是有那个吗？就是它，你这个吗？啊，就是嗯，飘雪。我会看那个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那个叫什么数字？罗马。是吗？看吧。来试试看吧，说有没有神经失调吗？我们试一下，对着他们，左眼、右眼，好，来喽，左眼、右眼。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谢谢你，我也觉得我需要返回一下我的心态。大家不要这样子，有 wink 就很厉害了好吗？我也觉得，现在突破一下跟天使再试试看。你有看到刚刚的东西吗？他可能就是一起 wink。那左眼一二三，右眼一二三。这样配吗？谢谢大家。要逼我？要逼我吗？面失调。这是五。嗯。那四是什么？这是六。四就是，
对吧？忘了。这样吗？两个 I 的那个。嗯，有两个 I 吗？那个是二啊。嗯，然后呢？哦，对，两个 I 的是二，因为有人会加上面。不是 IB 是五，哦四，然后 B 才是五，然后是六。哦，左边是减，右边是加。哇，我好聪明。赞哦，好讨厌你哦。很棒啊！我是不是很会接？今天的梗真的是先人先买。我买了梦。左边是怎样？右边是怎样？很棒。右边两个都是七吗？路面的杀人机是不是大象军的眼动？是吗？是吗？就是我要扎右眼，我一定会笑。真的。可是左眼就还好，就是会黏这一块。这就跟手一样，就是我没有办法。可是我这只也不行，对啊，你这只也会哇，你会你很严重哎，这样会痛吗？林姐好像会痛，它是怎样不能补？它是好像不能补这个还是什么？对，我忘记可以吧？我有看他跳那个，上次看没看？嗯，是谁？不是我忘记了。对，林姐真的是我最近在迷上林姐，就是一定要讲一下，林姐跳 confession 的时候真的是很心动哎，那心动在哪一块？哪里帅？帅屁股，那个有用力的时候之类的，就觉得哇塞这种。刚刚谁说我是变态？你看到谁带坏我的人吗？什么意思？而且他还有近距离观赏席哦，是不是？然后林姐那个泡个咖啡上，不是有一个那个这个动作吗？这个就是副歌前。黑长直，不长，不长，黑短直，不长，黑短直的，黑正直，黑正直。Mina 的，不会，我不喜欢内弯。哦，对，他会拉内弯，因为他会外翘。我会是直接不翘直，不然就是烫卷。那我那时候跟雨晴讨，就是我们已经讨论过以后，然后我想要，就是我本来还想要再烫卷，就是染那个颜色之后再烫卷。下面。对。但他说烫卷就回不去了，不要烫。哪一种概念？就是会喜欢但回不去，还是发质回不去？好像发质。会有点那个，会因为都已经漂了的话，然后还要烫。他好像是，他说可以直接用那个电卷棒或者理发。可是其实电卷棒跟理发用久了一样脏哦，因为一样会伤口。内弯不好，谢谢你哦。内弯，好冷，好冷，突然哎。好冷呢，我刚刚还在反应了三秒。Hello 据点，应该要怎么叫你呢？据点没有勾勾，很废耶！居然还有人跟他的梗。
灰熊了，红灰熊。昨天问你真的太好了，瑞婷躺在我前面，没有看到瑞婷跳企鹅了吗？海景第一排，你有做瑞婷的对啊。因为真的很好看，就我都看林姐，就是我都看林姐，超爆料一下，我都看林姐。他叫 JFF， 颜面神经。谢谢你哦，不需要好不好？颜面神经。两眼一起闭着聊，我也觉得，其实我直接睡着，直接睡着。还不错。Hello， 尖尖，尖尖。真的很久没有了。真的最近比较忙。马拉湾，哦，那是月眉。什么东西？马拉湾啊。马拉湾、内湾、月眉、马拉湾。你们出了一个小孩子不知道的梗吗？什么意思？水上乐园，力宝，在力宝里面，月眉马拉湾，这个年纪有差哎，不知道力宝，对他就是啊，他改名了哦，所以他力宝是之后的，真的没听过，他真的没听过，他真的没听过，我也没听过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三十九，三十九，我们差三十九岁了，太多了吧？等一下，我们差几岁？你十六，对不起，你十六，然后我多少？我要二十了，那就差很多，四岁，就是差一个，你上国中，我会上高中，然后你要升高中，我就直接就都不会遇到的那种，是吗？好可怕的代沟，对啊，差二三啦，我三十九了，不好意思，那你这样，脸上会皱纹吗？好可爱呀、啊！啊，快气死了！谁帮我把罗威廷？这样子，帮我把它杀掉。真正不长的没有勾勾啊，真正都是宽，然后肚子有圆，然后再宽一下下面去。可能他的心都在。真真，真很棒。真棒。真棒。这应该是要四十了才对。不可能那么老。Hello， 阿米。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觉得我看？我跟你讲，他们如果是你自己穿，就是某一次，他们讥讽我年龄上面有点高，因为我那一台都放老歌，然后或者是些老梗，我就老，你就老，面锐之高，二十三公尺，为什么？老灵魂，对，我有老灵魂，谢谢大家。料理面团，什么意思？陶乐哥什么意思？陶乐哥我的牌子呢？我必须要说一下哦，你坐在那边超明显的，然后没有我的牌子什么意思？大家我的牌子呢？我的牌子怎么会这样子？三十啊，牌子呢？板板呢？很难过哎，真棒，真棒，他很底累，太晚了啦，很累哥哎。你有举啊，卡丘有举，卡丘有举哦，太远了。他说没有，但浩哥你真的伤到我的心哎！你在七夕的前一天，让天使受伤了，你自己说你要怎么？天使下次说应该吧，不可以应该，就这样定了，敲案。当，还好没被发现，一定要做敲案，大家在这边的都要做敲案。GG， 坦白通关，可以啊，坦白是好的。一卡，帮自己 miso， 什么意思 ？miso 吧，什么 ？miso 应该是，那刚刚喜鹊有特效吗？他为什么那么大只啊？不是啊，那个喜鹊特效为什么画质这么奇怪？对，画质真的很奇怪，没有很华丽的感觉，就是一个板子突然蹦出来那种，一个纸板贴上。而且他大概在。
赛的时间就两秒，然后哎，有刚有，哎，就是你，你那叫什么144匹马的死去，很棒啊！金汤号 Miss 好像他们 Discord 的那种，因为金汤号应该是会影响吧，但我不知道会跳出什么。这个应该要好好的看看，所以大家给我们一个1144匹，大家可以就多抽一点，看会不会变720、720、720匹，1280也可以，哎有哎，1280是什么？没有1280，1280可能是标价，1280听起来蛮便宜，特价1280全款。等你看那个1080，都看1280，我都看4K高画质。塔瓦哥骂米手砸，为什么？塔瓦哥是专情的人，塔瓦哥的心思都在手滑哥呢。哦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他们好像有感受到過，他们是塔滑西西，他们甚至我们这边之前还有信天国，你知道吗？信天国，信天国谁？天天国度的信吧，对，哦。他们三个是，等下不知道修罗吗？我不知道他们上次我们在讨论他们的 CP， 然后就在讲这些。哦哦，是这种啾啾吗？你他现在是怎样？他刚拒绝我，现在是怎样？午安，米仔。叫米仔，信天国好久了，没有在信天国，真的。谢了，不是天天都很喜欢试厕所吗？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他们说天天很喜欢去，就是每个地方然后上厕所。是哦，对。所以我不知道华山的厕所天天已经就是有没有熟门熟路。任凭是要雨林口水温魔。昨天天使的设定不是这样。我们昨天演戏，你知道吗？是的。你昨天演睡美，我一家肉肉，爸爸，安安跟小妹。嗯。然后我演公主。嗯。然后那个肉鹿王。嗯。然后他要来亲我。然后就是我这样睡觉，然后他就说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等一下，你不在睡觉吗？我突然醒来，就跟他说先不要。这是公主的第六感。厉害吧？预知未来，王仔好吗？王子有没有受伤啊？王子被我打到，没有，开玩笑。那怎样？我换王子进入睡眠了。这故事的结尾是什么？被我打昏。对啊，太难过了吧？他就这样被拒绝，然后呢？没有，然后之后一家就说：“那我来亲。”然后说：“那还是肉肉来好了。”就是这样。我觉得这部戏，哎，我觉得我们演得很好笑，大家觉得好笑吗？我觉得可以继续演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好笑吗？你们都不觉得你们伤到了别人的心吗？谁？一家吗？谁？一家不是铜铁做的吗？一家是最底层，食物链的最底端。他是铜铁做的、啊，一家是铜铁做的，我有点心疼他。我对我的那一块是同意，尤其他最近越来越可爱的部分，话剧社的演技。但大家就是跟他讲话不能像我跟他讲话一样，不可以。请好好的保养一下，一下哭哭。没有，其他去扣十分。那安安准备干什么？演什么？安安在演仙女，就是睡美人前面被邀请那个仙女。嗯。然后熊妹演一个那个针，就是睡美人不是会被针刺到吗？然后你说熊妹太高，碰到针，对，然后她太高我就碰不到，然后就而且这里是熊妹，真的熊妹很喜欢那个角色，哎，真的太飞宝，熊妹超爱那个角色的，真的就是她那时候我还没知道剧本的时候，就是宿舍他们就有先讨论，然后熊妹就那时候一家就来跟我说这剧情，然后熊妹就说。我是一根针，然后他超开心的，真的，他超开心。然后之后在那个就是表演当天，他就说，啊，那我要演一根过动的针，我就不懂过动的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。超高又会弯腰给刺的针，对啊，我就说，哎，我刺不
棵树的角色吗？你知道吗？对，每棵树不是都会穿着树装吗？因为可是真的没有办法穿衣服啊。可以穿那个银色，你就穿给他一套纯银的，然后他就说我是一根针。然后我们真的学校园游会，然后我们班有办过热狗。热狗在哈喽，所以他穿他就是穿着热狗啊。太帅了，然后呢？我觉得很可爱，我觉得小可爱。你们在演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在卖热狗，然后都穿热狗装，最后变成一家人。为什么黑魔女？黑魔女是谁？黑魔女就是坏人。对啊，黑魔女精灵仙子是安安，树是熊美，旁白。旁白是王一家。哦，一家公主是你，然后王子是洛洛，还差谁？黑魔女是法法。法法。法法黑啊。很可爱吧？啊，很可爱啊！而且它都会变不见，太可爱了。就是你要灯一暗的时候就很困扰，因为你知道要先走位置，然后先走位置。对，我有个东西啊！糟糕！这什么？你这是什么异世界的事？哎，我们不可以断口音。爸爸，我爱你哦！我爱你哦！爸爸爱你。单纯热狗，外面有夹面包，是整套的。真的是可惜了，我应该那时候要把热狗装这过来。那跟真也没有关系，什么意思？昨天的操作 MC 就是走心现场。没有吧？我一直在跟林杰告白。因为我们昨天的那个，哎、欸，你们主题是不是饮料？对，手摇杯。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荔枝玉米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是为什么不行啦？真的假的？你真的讲这个？啊，橡皮擦怎么的？就是。我之前在我自己的直播就有介绍过，因为王一家那个时候把饮料剩给我，然后我还在喝，然后非常好，很生气耶。他们觉得荔枝预热味道不好喝，就是荔枝果冻的那个汁，然后很多在那一整杯里面。哎，国父说好喝，对吧？你知道有人就去试，然后就说还不错，我还没有听到人家都是圆圆的人，好可爱哟、喔。辛苦了各位演员的人。没有，你知道我说橡皮擦是因为我就有跟他说里面，但有人不知道荔枝玉米是什么，然后我就解释说就是里面有很多橡皮擦的那一个。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说我像橡皮擦，我是要说我跟荔枝玉米一样很香，就这样，很香，就这样，怎样？嫌弃呀？好啦，就是有时候它的香水还蛮香的。谁好不好？但是要说香还是雨晴这个比较香。雨晴那个是不同的香度，不同的 level， 好不好？根本不同的 level。它是用什么饮料可以形容呢？我说有什么饮料特别香吗？可是他都喝无糖茶、啊，是形容他，不是他喝什么？是不是玫瑰饮料的时候味道很重？那叫什么？啊，玫瑰是在加什么？玫瑰奶茶。可是它不喝奶茶。玫瑰茶啦，就是玫瑰冻饮之类的。对，那种玫瑰，反正就是那种水果茶上面。我懂你。对，花果茶。对，玫瑰花果茶。玫瑰很重要。那我玫瑰。你那什么脸？你给大家看，你那什么脸？它是什么？然后偶尔可能会有点那个苦瓜玉露什么的。苦瓜玉露不苦吧？有的时候是酸吧。又甜又酸的那种，因为酸甜才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。恋爱向前，恋爱向前，过时了，过时。拿出没有？拿出。我想一下。甜甜的，可是梅子也不够香。那苹果冰茶，它没有酸吧？它有啊。我喜欢喝苹果冰茶。我觉得应该有，是要有醋的东西，因为罗瑞你吃醋起来很恐怖。被发现。冬瓜柠檬，不要，那感觉很那个哎、欸，很菜奇亚。不要开嗓。我们昨天有没有讲到冬瓜柠檬？今天有没有被呛到？好像没有。我不喜欢喝醋。谢飞宝的好多姻缘线，谢谢。
不喜欢喝，他自己不喜欢喝醋，但是他吃醋。对，很厉害。吃醋很恐怖，这笔记干嘛？这有什么意义吗？真的？我不懂。金井柠檬，醋类饮料，对啊。可是要是甜，就是会香甜的那种。冬瓜酱布丁听起来太可怕了吧？有的是冬瓜酱，我们有。让我想一下，大家喝什么？那个啦，好好跟我的牌子呢。米妮是冬瓜加布丁加什么？太多料了，对，是吧？为什么冬瓜布丁很恐怖啦？我很喜欢，对，感觉很恐怖。就像我也觉得荔枝玉露梅更好喝，好吧？是吧？对啊，你是加什么料？太长了，超长的，长到不行。吃醋这个问题还是请教一下伯乐。苹果冰茶吧。苹果冰茶，你觉得苹果冰茶？觉得应该。可是苹果冰茶有点，对我来说有点就是那种没有突出的感觉，它就是一个很平淡、很轻松的饮料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休闲的时候会喝的，但是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味道。对对对，那我要有强烈的。你想要强，那就是醋嘛。太安正了。哎，不要这样啦。再见，起来。好累的，太累了。你想上班了？不准啊，他老哥，你赶紧上班。你给我做一个薪水小偷，大家都来做薪水小偷。大家在看我的台都是薪水小偷。你们说是酸辣的？谢喽。这真的是很有味道哎、欸。不太对吧？很有味道又甜甜的，还是平淡，然后会有这种感觉。好，算了，这个很难哎、欸。平常不会喝到那么刺激性的饮料、啊，气泡。大家看我就是了，很刺激吗？刺激。看我表演的时候。OK。表演的时候。反差感。哎、欸，不对耶，如果是水小偷，如果是靠平常的形象再加上表演的时候，那就不是酸了。因为表演的时候你不甜啊，我蛮甜的吧？我甜的歌就很甜啊。是有的时候很甜吧，大家？我那个什么心情病的时候。你知道我这次没有看远距离的风景，心情病毒是甜，是有攻击力，对了，那不算甜。那远距离，远距离算。我远距离的时候蛮甜的嘛，我甜的歌就会甜，不甜的歌就不甜。表演，对啊，表演天使没什么促进，现在就有。什么意思？表演的时候我明明就很好。应该说，我觉得不知道魅力是用什么口感来。那不是甜，就是吸引的魅力。小辣，大辣的部分。有人喝饮料会有小辣，谁会在饮料里加辣？张爸爸，张爸爸昨天说，他会喝酱油，不是、啊，他喝可乐，他有一次喝可乐加酱油。可乐加酱油。甜的加甜的，爸爸，爸爸很奇怪，爸爸你是不是？爸爸的、那個、他喜欢实验，没有他喜欢洗身，他喜欢，爸爸走了，我们去包病房，你睡旁边。Hello， 你叫 Hello 皮蛋，应该叫皮蛋。甜的歌就甜，不甜的歌就不甜。可是我觉得魅力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口味来形容，所以我才会满脸疑惑。因为我有魅力，所以他在哭。对啊，我的魅力特别出众，自己讲。对对，有非常非常有。不要搞，不要搞了，那我在威胁。认真有哦。不要搞，不要威胁你。伊娃给妹比甜吗？你觉得甜吗？算是甜的，是甜。我没有看过他们跳这首歌，但是伊娃给真的太累了，听他们唱到我都觉得很累，真的很累。可乐跟酱油以前真的假的？他说高潮男前辈有推荐过，有喝过可乐加酱油，你太好看了。No， 为了酱油你就喝一下，自己把酱油喝掉吗？写信伏特加 Tabasco， 现在没有办法吧？你在两个未成年在的时候讲这种饮料是？他感觉我像那种人还行吗？你有发现刚刚有语病？我说两个未成年。对啊，现在是两个未成年在看直播，哎，绝对不可以提到酒类的，对吧？怎么会碰呢？我杀碎你杀，两个未成年啊，
酱油颜色相近，可乐，可乐跟酱油颜色才没有相近，还蛮像的嘛。真的啊，我倒是比较少，柠檬红茶跟可乐颜色我觉得很近。是，没有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有喝柠檬红茶。哎，我的音乐怎么没？难怪我觉得突然很安静。猜一下先，30秒，有吧？30秒，平均成年了啦。平均没有成年。哎有哎，刚好是吧？19、17。午安。好，他刚没来吗？他刚没来。厉害吧？我是卢瑞宁。这大概是值得称赞的一种技能吧，对吧？是吧？
很其实听起来好像很母汤，这没有啊，应该是贤妻良母的意思吧？小慧很母汤有，跟他没有关系。我是说，他刚刚说母汤哎，然后说小慧，来解释，来解释时间。没有，我是说，什么？是什么？没有团契，我说你是小慧的妻，不是，我不是，嗯，所以他才是你的妻。严格来说应该算吧，是不是我这么 man？ 他是我姐，我这么 man？ 从最开始没有，对啊，陈母堂，面面，我这么为人正直，越描越黑。哎、欸，这个我真的不会念，他叫 Lauren。美女，谢谢。孩子啊，哎，对，干嘛？人家是那种乱叫出去。我要爆料一件事情，他们都不知道，因为我有一次，我忘记我有一次贴文，就是大家都回答很可爱，然后我回答好正哦，这样子。哦、然后，但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莫名其妙，就是我突然来了一个很正的形容词，就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，罗瑞婷有一个癖好，这不算癖好，他觉得被称赞正比被称赞可爱还要更开心，嗯、所以无论如何，你想称赞他的时候，请说对你好正哦。外表方面正的话，我会比较开心。对，因为可爱的定义很广。对啊，嗯、而且对，就是所以希望大家未来可以称赞对你好正哦。正的话比较怎么讲？正有一点漂亮又有可爱，你懂吗？就是正都包含对我来说，对你懂吗？更高，你看有没有？因为称赞帅吗？帅的话要在帅哥的时候称赞我帅，这样我会更开心。在帅哥的时候，哪里有帅哥？帅哥的时候，帅，正就是漂亮加可爱。对，我们刚才乱用可爱。哎呦，对啊，总不能说就是一家，最近真的是最近的颜色变得更跳色了，很正。跳色好笑了吗？跳色不好吗？跳色就很显眼，然后大家都很白的时候，它很明显。一家，你看你总是这么的，这么的善解人意。心疼，心疼，快点，我要心疼。正也有正的意思啊。きれいです。是正不是圆？对啊，不好意思，还不是方嘞！我的天哪、啊。不需要这样子，方也让我弄。但果然还是可爱，大家，你知道大家的最可爱会比较常说出可爱了，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，用日文多数人都是讲卡哇伊，很少会讲 キレイ，是吗？ キレイ漂亮，可是我没有分。因为正其实就是漂亮的一种流行用语，就跟日语也不会有没出息一样的道理，对吧？没有，我跟你们说，就表演部分就是可爱，就是帅，就是什么都可以。但是就外表的话，就是要可爱也可以，就是只是表演不会说正的、啊，那有人表演就说正，哎、欸，他表演很正呢、欸，正很奇怪，正就是漂亮，就是外表，就是通常像是。林杰唱的卡菲很除了帅以外，他就太正了吧？对，那种感觉，就是正对外表的形容。嗯，面面好方，喂，谢你啊、喔。日语的装声词比中文多多了，什么哇哭啊哭啊，喂，还有什么？我好像很少用装声词。谁啊？啊哦，那个啦，快影战士。林杰，我给的评语也是可爱。OK 哦，林杰应该满脸问号。对啊，跳完 confession 被说可爱，也是一种境界。对吧？也是一种境界。厉害，做的那样很厉害。那代表什么都有，又可爱又正，然后又帅。可是 confession 可爱就很违和啊，不可笑，脸很丑。对，就是要有帅、正、邪魅、凶的人，哪一种凶？眼神很凶，哦，眼神很凶，对对对对，什么四个直角，气死，90度，哎、欸，你360度，
你360度哎、欸。然后陈大爷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360度。”你今天的脸很360。很可爱，360度很可爱。完美的人形，邪恶的笑。我没有吧？我有开车吗？我明明就今天没有在驾照。我平常是不开车的人。360度 ，Hello Oliver， 瑞婷还小，你们真的是小看了瑞婷，这算是另类爆料吗？算是吧，不会，他们对我的忠诚，对哈，对，明明都这么的直接，而且原来是四天的喜鹊又来，喜鹊真的是很出戏耶，而且不是，我觉得这表情很好笑哦。我跟你讲，它就是它就是小只的，然后拉大而已、啊，对吧？谢谢伟，谢谢 IKEA， 谢谢小易的喜鹊，喜鹊没有被嫌弃吧？没有了，很可爱啊。对，从今天开始觉得可爱是一个很可怕。我是认真的说，很可爱。我的哦，这是化妆品了是吧？哎，好酷哦！哦，对，我一直都没有讲完故事。是啊，你到底要讲？它就是。好哦，好哦，好哦，反正就是他是谁？织女，织女，织女，我们一直藏了。反正就是一群哦，告白气球哎，谢谢520，谢谢华言的幸运事业草，我都念事业草，我都不管它长的，我就是其实好像也对，幸运草也可以，就是事业草。四叶草 ，Unlock， 真的那个就是四叶草的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其他四叶草做的有点少，觉得吗？我跟你讲，变身器基本上没有不怂的吧？从美少女战士那一，骷髅魔法师没有开始。你有看到我今天戴骷髅魔法师？我想说我今天来见。好可爱哦。然后我就哎，很可爱耶。我跟罗瑞婷有一个奇怪的话题，就是他跟我一样很喜欢看少女。动漫，他都看动画，那我都看漫画。所以我们刚好都会衔接到，就是很热爱的那一部之类的，像之前是《守护甜心》。我还没有讲完织女，反正就是一群仙女下凡洗澡，好像，然后就是他们在河边吗？湖边洗澡，然后但是他们就会先把衣服放在那个石头旁边，然后结果。织女是跟谁？雅安老师的故事时间。织女是跟谁？牛郎。牛郎，对，然后反正好像是牛郎就经过吧，然后就被吓到，我就觉得哦，都好漂亮。然后他就偷偷的把其中一套衣服拿走，因为拿走他就不能飞回天上了。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。对，真的，我记得是这个故事。织女跟魔法少女有关联吗？我们刚刚什么提到？哦，幸运事业草。哦，对，对啊，对，他就是我跟你讲，做贼就会拔到妹妹。不要乱教别人好不好？你有没有在讲？不要乱教我的观众。啊，有牛。金发那种，谢罗王子，谢罗。Roland， 你知道吗 ？Roland， 这很棒啊！我也喜欢很厉害。他说，是有牛跟牛郎说去偷衣服就可以留住人。牛郎就是渣。哎，你看这个，有没有好笑？哎，你们不要乱用那个 miso 的那叫什么语法吗？还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我记得是牛跟牛郎讲，所以牛其实是最高招，牛都会。好恐怖哦！我在警察局呢，雅安可以来保我吗？你应该已经把到妹妹了吧？应该不需要。
我要先吃饭了。你几点要吃吗？没有饭。你是要五点半？嗯。五点。你很喜欢吃专门。但这不能说。嗯，对吧？因为这有杀人的那个感觉。我很喜欢这个。引狼。请问 TP 的更衣是怎么走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哦哦，牛郎偷衣服，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你懂了吗？他刚说他要警察局，是因为他已经偷完衣服了，这样。继续的更衣室，嗯，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妈妈前面的路口直走左转，不送哦。偷衣服偷起来。对不起，我好像把这个服饰用怪怪的。拿去啊，不管你。要开心的吗？是那个开心的话，他们觉得开心吧？我不知道啊，应该吧？你们应该蛮开心的吧？看到我们就开心了。哎，我今天原本有准备一个，我之前有问过，我就好像有问过，我之前问过邱平涵这个问题，但是他比较天马行空，就是。我很好奇，如果现在要出游，然后你临时你一定只能跟一个成员，然后要过两天一夜的话，你会选择谁？两天一夜，两天一夜。但就是这个旅程就只有你跟他，然后你要跟他住在一起。要干嘛？没有要干嘛？就只是玩。对。现在。嗯。当下。我现在的你也可以去设定一个你要去哪里玩，然后为什么会选择他？选我？关你？成员，不是说偷衣服的。出游。他如果现在要出游的话，你会选择我？买炸！嗯，如果今天，因为很多人。也不是很多人啊，但听起来像是花心，就是可以出游的很多选择，啊，很多很好推啊，你也是吗？但是我今天如果你先问我这个，我今天想回答是韩寒，嗯，为什么想住在一起？对啊，就是想跟他出去。就如果是那种很轻松的，就是那种拍照行程、完美行程、那种的出游的话，就是。啊，那这一题的重点是注重在住在一起，因为必须要。跟韩寒住一起应该也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我跟韩寒蛮合拍的，蛮合拍的。因为我觉得睡在一起的感觉，我有点忘记当初我问邱炳南的时候他回答什么了。啊，他好像回答布丁，因为他觉得会很有趣。嗯，但韩寒是舒服嘛，就是因为平常就很好聊天，就会觉得很轻松。然后我一直有一些幻想，就是女生跟女生住在一起的时候，不是晚上都会什么有什么深夜谈心时间吗？然后什么女孩的聚会，我跟你讲都没有。我每次跟朋友睡在一起，我都睡死。我想说真的差不多了，好累啊，不行啊，加油啊！然后就好累会睡啊。好朋友的部分，睡觉会打呼的成员睡觉，我不知道会打呼。我跟一家有睡过一次，嗯，但是上下铺。有人爆料过吗？好像不能爆料，我不乱爆料，对不起。我也有跟一家睡过房间。是哦，嗯，什么？你是去宿舍吗？不是，我是去宿舍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为了什么？好像是 KTV Festival 的 MV 拍摄的那一天。韩寒带你小碧潭两天一游。不要手臂啊！你知道手臂很灵的星吗？是灵的星，我不知道哎，你们讲一下，反正就是。对，灵的星。你的故事是什么？什么？你那边听到的故事是什么？哦，我这好像是地毯跟小地毯很远还是怎样？很远吗？你们说一下，新店这边是不是？一季啊，那么多一季。到得了小屁孩，他赶回来，他赶回来了。谁？不是他，不一样，真的？不同人哦。对，不同人。他还没讲。我记得，对，小屁孩错了吗？
小屁孩的故事重点是要重复讲很多次，我真的忘记了哎。屁孩，他说屁孩那几，所以小屁孩多远？不知道。反正我就是记得林哲欣跟刘小婷出去玩。好，那李凯杰的呢？是李凯杰的吗？是林哲欣跟李凯杰吗？谁跟小屁孩？小屁孩在哪里？他说他屁孩十一岁。他说是个屁孩。我记得是跟刘晓婷，然后他记得是跟林采洁，结果真正答案是 Mina 吗？哦，杰星跟小晴，好好跟 Mina 啊。对了，小碧潭是 IKEA 的，碧潭是什么？我们都没有听错，我们都没有听错，只是不同的故事而已，分开了。所以他们两个都搞混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发生了两次。他们两个都搞混，他们两个都搞混，就是太天了。碧潭跟小碧潭的故事，对啊，对，蛮好笑的耶。我们绝对不会那么强，对，我们会选择不出去。没错。你觉得？哎，你觉得小碧潭跟碧潭哪里不一样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都不会去。对啊，反正我们都不会去，更不在乎。很酷啊！我觉得我们这样比较强。还好吧。宅在家，宅家家族。模仿 Mina 的声音，我不会，我才不会迷路，我会避免。我们在约练习时间了，我先待会吧。好，先回吧。不然你回我，我先回了，等我一下。也不会说出来，你会吧？你不会啊？把自己很蠢的事情说出来这种事吗？看心情，看心情。我不一定。
我们在公司没有见面，但我不知道。一回家密我说，哎、欸，你今天没有跟我打招呼我的故事吗？就那个没有很蠢吗？真的没有很蠢，但是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。对啊。他有跟我打招呼，对，都我自己跟他打招呼。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罗润廷这个人，然后就我想说，对啊，我今天明明有看到不要骚扰的练习，怎么会没有看到罗润廷？直到回到家，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。对啊，这是心结，心结的故事，说不定发生了，但不知道是纯属，没有那么蠢。会觉得乐婷蛮聪明，大概。不是乐婷的部分。耶 ！Hello， 阿楠楠 ，Hello， 蜜。可能会保护另外一个当事人。是说，如果你做错了的话，我是这种人吗？我是会保护人家的人吗？可能你对我，对吧？可是我觉得你应该也会把我爆出来吧，会吗？不一定，我会想问你。对，你会选我。我对，没错，这很重要。Meta 吗？看到乐婷穿这个，之前不是有 Meta 吗？他们有收你钱吗？他们应该带你去啊。是吗？没有收钱，我是 Meta 萌迷妹。对啊，他应该把罗乐婷 Q 过去。乐婷爆料说我没有去见面会。我们什么东西？好像是哎、欸，是我吗？就是国树有一次是来我的台吗？然后你也在我的台的时候，是吗？也那很久以前了，记忆非常之模糊。那很久以前，但好像隐约有，对，好像隐约有，好像隐约有这件事。哎、欸，你们记得记很久哎、欸，很久以前，我自己都忘了。对啊，这个丑我一定要爆。你知道这个梗吗？米娜的梗。哦，是哦。对，他上节目就说这个球我一定要棒。真的。然后昨天我们 MC 也用了这个，真的是，我这听每听到一次我就会笑一次，太可爱。Hello 袁艺晶，原来要先保护国术，这件事你都忘了。我会记得东西。惨了惨了，通常讲完这件事情，国术这件事就会变大事哦。下次没有这见面会就是大事哦。Hello， 没家的可怜人，我们这里很温暖，有90度，你要不要留下来？我们在墙角。360度。好了。这样是180啊，180。对，180，180是很高。文字。欢迎加入杂派组，你们敢加罗乐廷派？还有4个正方形的，你们都不是啊，他们都是这个，是谁玩不腻？也不是我啊，奇怪。我记得我还有想到，我之前有设计一系列的，哦，我想到一个很废的，但我觉得这个很废，就是。因为我想一下，我们好像没有讲过我们怎么认识的，真的有讲过吗？好像没有。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。我也不知道。但我只记，我非常有印象，是我一开始叫你什么而已。因为你还是讲双对妈的鸡，我只记得妈。我也只记得妈的鸡。对吗？到底为什么啊？明天七夕才不能砸盘，好不好？这。七夕会送什么？巧克力。那是情人节。七夕也会吧？是吗？嗯，七夕就是情人节都会送巧克力。我以为七夕可能会送什么啊？一起去流浪啊，告白气球啊。这个还不错，桃花对这建议蛮棒的。不，不行哦！来，现在谁在画面里？七夕就派呢。我说古 F 之刃。Good afternoon, everyone. My name is Yan Chan. Yeah, she's name is her. 我喜欢讲 she is. 我要讲 she is. Sorry. She is and say.
rating。姓什么 ？Low。叫 her name， sorry。后面转到面面就可以开始了。想太多了，不会有这，不会有这，不会有这事情。明天不需要，好了。笑死，你姓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会忘记耶。对吧？因为平常不会喊姓啊。不会啊。会吗？我喊刘瑞。我会喊你菜。对。我发现就是越熟反而会这样叫。一开始都瑞婷，罗瑞婷。对。可是会变什么？可是你叫我的时候，你不会叫我。我不太叫，不太叫人。吗？我叫你。我会叫你。会啊，还是会叫你瑞婷。是啊。我不会叫你。我知道我会叫你菜啊，都熟了我会叫陈，对，反而会叫陈，是真的。杨姐，那时候还不熟，这时候没有现在那么倍感无奈。怎么讲？就是有一个程度的部分。懂吗？先为了笑那个两个 W， 然后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对，真的是不熟。我想一下，有谁是很明显的？哎，他们要留1600浪花灯。对，哦，对，妙妙无奇、快乐情王一家子，是这种，是这种感觉。你以前，对啊，你会喊王一家，然后语气会有点，就是熟了才会。对啊，熟了才会。对，不是你特别把他抢过来是什么意思？我让你们砸他了。一切都不需要。第二天，七夕明明就应该很浪漫，是不是？告白气球也好，带你去流浪也好，还有什么很浪漫的东西？很浪漫的东西，我这边好像没有什么很浪漫的东西。我有被丢过什么很浪漫的东西？跟情人无关了，今天是我的节日，所以他们才一直送你。我的鞋子嘞，我的化妆品嘞，喜鹊，喜鹊是吗？打扮很浪漫，那你要砸一下。打扮真的很浪漫，那你要现在砸一下啊！你们浪漫点。哎，我没有看过，只有一个特效是砸派吗？对，砸派的。我没有看过，我是认真没有看过了，真讨厌。刚甄选的时候，我叫完一个姐姐，我要吐了，我。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你有，还有大便可以砸哦。大便真不要。哎，好吐哦。谢谢蜜，你看到了吗？要你好看，哎，他在要你好看，对，他要你，要你好看的。这快呢？要你好看的。有没有看到我开心了吗？你有感受到派的特效了吗？好看吗？还不错，蛮好看。我觉得还不错。对，大便要，哎，大便要加粉丝，真的假的？这是一个什么样？为什么大便还要加粉丝团？还要把所有的派还是升级过的大便吗？就是好像派丢到一定的程度，常丢之后会升级。真的假的？我想看，但我从来没有。我想看升级过的，没有的，没有印象。看，这个是七夕的部分，对，这才浪漫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要奖励，谢谢命，谢谢命，真的，这个才。我想看特别的 ，Hello 帅奇，有没有觉得没看清楚？有，我没看清楚，不看得很清楚哦，没关系，对，他没有看清楚，他没有看清楚，Hello 各位，他的歌要缴税了没有？对啊。的愿，逃跑回来，好像
情人节是什么月？他们说情人节许的愿就是被派的、啊。你现在不正在许愿吗？好吧，好吧。升级过得很好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印象。刚刚不够。原来是你。身为薪水小偷，现在这个时间就应该要手刀冲出门。手刀冲出门，我没有印象他的特别，对不起哦，我没有印象过他升级过他。应该有他，他们说升级过后砸出来的是蛋糕，不是派。但我没有印象。我并不满意被快砸的过程，我为什么要认真的去担任？我要哦，这个派，很不一样哎，这样吗？这是蛋糕，好像比较好吃之类的。我并不想以这种方式迟到。有谁什么出门？有谁浪花不够需要出门是吗？浪花不够会被吗？浪花不够要什么会被吗？对。觉得不是，感觉他就是被砸五十次就会变蛋糕。明明粉丝团就是酱油派，我没有很爱派。天使面姐，太好了。我想说怎么突然被称赞了，也是可以了。杨雄欢回，这个派我一定要砸。你好烦哦，蛮好笑。去吧，不要拿我的脸来。晚餐哦，这是午餐吧？是午餐。今天的第一餐。你看他们开始许愿，还想看便当。不要，这狗不要。现在对了，你要讲企鹅的感想。我昨天的明天后头讲。已经讲完了。我明天后头不是一人讲了吗？后面跳完，你们哎，这个 uncle 曲只有企鹅一首。然后我们跳完就讲。然后一堆人都在哭，这么突然吗？哭的原因？你家一来，就跟上次就是你也知道那影片一样。我也想要讲清楚，我不会学的。就是他想要讲清楚，但是突然很含糊，在哭。我好想你，是感动的哭吗？感动的哭，不是。那还有，我没有哭。你那个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坚强。我泪腺没有那么发达。我们坚强，是好的，就跟涵涵坚强。哈哈哈哈哈！他坚强，想看热情哭，热情有，好像没有在大家面前哭过吧？很少。有吗？大家他们的面前？很少。很少。哦。我要拒绝称赞了。
的祈许愿望？我没有电，我是拿充电。我就说你要充电吧。我之前没用过，没有吧？哎，他宰一个，他宰一个，你是上小时榜了吗？问号。谢谢月半的姻缘线，我没有要回来，不要在这种时候 Q 我。谢谢小猪仔追踪罗瑞，喂阿 K 啦，罗瑞婷走了，你夹饭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给他，差点口吐芬芳，我要气死了！等一下，他们连砸了三个派，在你不在，哦，三七啊，喂，四个，哦。只想砸你而已。不是，来，为啥位置这么重？你有行充吗？我看一下。来，你称赞一下这位、这三、这四位想要给你看派的好吗？谢谢，我看一下哦。他是加到屁系。没有。你不要帮我读四个。我没有的。夏天来夜风明月露，杨琼跟北原。还有塔罗哥，不够长哎、欸。我要，那比较长吗？它不够长，它不够长，是哪种？现在直接没有人嘞、欸，然后上小时吧，我看。好扯哦。应该要撑场一下吗？Hello，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罗瑞婷，我不是罗瑞婷本人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追踪罗瑞婷的 IG JUITING 底线 AKB48 Team TP 啊，以上都不是我，我只是来撑场的，谢谢大家抢红包，还送了一堆玫瑰，代表你们今天第一次抢这个红包。啊，很努力耶，大家很努力在抢红包哎，我要来抢。好哦。我人在哪？我快自介。对，好，对，我快自介。自介是真的很短啊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罗瑞婷，今年16岁。然后呢？对，就是现在。大家就是边抢红包边看我讲一些自我介绍的部分，然后有 IG 的大家呢，欢迎去追踪我的 IG 账号，就是 JUITING 底线 AKB48TP， 然后呢也可以追踪刚刚撑场的可爱主播，就是雅恩，然后他的 IG 是。你的 IG 是什么？你太过分了。C H U N A N A， 修娜娜，大家可以就这样 C H U N A N A， 还有成功飞起来吗？或者成功飘吧。修娜娜的 IG， 哎，我刚有飘。修娜娜也是一个很棒的直播主，不需要。我很棒，我想你要开始称赞名字之类的吗？这就太场面了，这不需要哦。娜娜的直播也很有趣，大家可以无聊的时候可以来看我们两个的直播、哦。无聊的时候，不无聊的时候也要看，谢谢。有个韩寒呢，舒娜娜，舒娜娜，天使，是乔奈奈的意思。哎，不然飘到了，啥呀？什么意思？我没有要飘那一句话，好不好？气死！所以说娜娜是草奈奈的，以前是，对，因为以前会有人叫我草奈奈。姐姐们，姐姐们，怎样？怎样？没怎样。其实我是进团才有人叫我收吧。是不是有人叫五三四？对，五三四，五三四一呢？五三一哦，五三一哦。我忘记。抢的要死哎！我的天啊！好高啊！我刚刚在想，我有一次练习的时候，反正就是跟标标的大家讲到，然后老师提了一个动作，什么五三一，然后他们说五三一在哪里？五三一在哪里？然后好像是位置对位置还是什么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想说五三一什么，他们就说是五三一，五三一是林杰，是林杰还是李佳丽？曲高。包曲好像是林姐女神，一个不小心听错，对，好像是林姐女神。
你说家里耳包，家里耳包，如果是你家里的话，是你要当耳包；然后如果是邻居的话，就是你家不能听错。哎，怎么这样对家里？我记得是林杰取的，他好像讲过还是谁讲过，我忘记了啦。反正大家只要记得五三一这个就是。是林杰吗？是林杰吗？我印象中是林杰。之前好像说林杰，我忘记，反正那时候就在休息室，然后我跟林杰就在抢座，然后就我刚刚说要拿什么卫生。然后说他说五三一，还是林杰说，还是林杰哦，林杰跟我说要卫生纸，然后佳丽就说要他什么五三一这样，好像是这样，嗯，所以应该是佳丽说的，那五三一还可以变成五三一也很厉害，啊，就是讲一讲五三一，发现很像五三一，这是什么奇葩的？哎，李佳丽开锅。阿姐讲的，栗子听的，哦，那所以两个都有。那这故事跟两个人都有关。你今天还没有捡到手骨，对不对？我们东西是什么？这个手骨。啊？哦，你刚刚今天还没捡到手，你今天还没有捡到手布，对不对？你会回猜吗？会啊，他还回猜一波。谢谢 F 的，他刚刚有卸过一波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。谢谢 F， 谢谢。今天还没有，哦，胜喽，胜喽！我想说今天还没有胜过。运气不好。哦，目前是两平三负，哦，两胜了，两胜了。这是 F 今天胜率，哎，三胜还不错，哎，没有很糟，很好。谢谢 F， F 今天很棒，今天我都说大家要输的越多，代表今天越棒，真的。希望大家多多输给我。哇！小红包长得很夸张，不要吵。你要抢，抢到红包，大家记得左下角看到一个礼物盒，发现自己的浪花不知道为什么变多了，手有点痒，就随便选一个礼物点下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耶、yeah! ！Too late， 好生气啊！生气，气到歪掉，抢不到的哀嚎。怎么了？你又想不到？好难过。谢谢大家还这么乖，在追踪主播。右下角还可以选择发红包发送哦，随便一个，比如派之类的。那要抢，那抢红包抢到有派的那个成本，其实有点难。那要手很差不多二十。一个派一千，就是我说红包，十几到二十都有，我有抢过九的。什么意思？至少你又抢到了呢。谢谢你哦，对，现在什么都没有。难过。新版的礼物盒啊，礼物盒现在在中间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礼物了。礼物盒。谢谢蔡安的姻缘线，谢谢蔡安，我自己绑红线，谢谢大家，跟我绑吗 ？Hello 三个字 ，Hello 志祥 ，Hello 阿翔，最少八，对吧？所以我还抢到九，真的很衰耶，这真的没有气死。至少你抢到了，不像刚刚都没抢，这都是你懂的，你剩一分钟，来快点，你就选一个，好，我就是算。青椒我不想吃了，你就挑。F 欢迎回来，他刚刚捡到手布赢了你三场，那代表你还可以再输多一点哦。Hello 点心 ，Hello 你的耶耶 ，Hello 阿 Kill，Hello 韩韩，你不要，你不要动到，你不要耶耶，他就叫你的耶耶。Hello， 富有风纪鼓掌。
青椒好吃，青椒更好吃。青椒不好吃。我现在很紧张，我一定要抢到，我一定要抢到。这是阳光哎，这包是阳光。什么阳光？哦，有分哦，我以为都会是阳光。不一样，上午小时榜的话，一包阳光，一包。可是你抢阳光没有什么用。我满4000才能加粉丝团，但我目前有很大的问题。你要加自己的吗？不知道。不行不行，不能加自己。就只是搞错了。就只是没有，我就是想说抢。然后某一天，感觉是不是对对，抢一个感觉。对啊，4000我就会觉得很开心，就这样而已，很开心。抢一个感觉。Hello， 好啊，真的好多人。Uniqlo， 哇，美服，给我一点赞。谢谢。有爱有爱，谢谢 F。谢谢 F。我好开心啊、哦。谢谢 F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天天，谢谢花式集团，谢谢战谷，谢谢天天，谢谢 Uniqlo， 谢谢娜，谢谢 YM， 谢谢高璇，谢谢艾丽，哎，谢谢老鼠，我有空就一面，谢谢喂，哇，石木，石木你没有勾勾，你下次来给我勾勾。石木你认识是不是？石木在我那边好像完全没看过呢。有哦。哎哎哎哎哎，你听到了吗，石木？你还没有，你还没有让乐婷认识你。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吧？Hello， 新竹邓紫棋，铁肺歌后，鸡尾包，纸包鸡，鸡包纸，包纸包鸡。嗯，好像也好了。很快就近了，我们很近嘞，够近吗？我们已经没有距离，与你零距离。他是不是有一个手势啊？是哦，是怎么比？我刚刚我叫反手，对不对？他之前一度教过我，真的，但我忘记了，认识你。我记得他是拿来设定很久，就是一个无限的标志。对，我忘记了。与你零距离，施主。阿弥陀佛，师傅，笨师傅，我说你赢我哦，为什么要进？对啊，需要我教学吗？哦，你说手吗？对啊，我忘记了，怎么办？我要教怎么教学？快来了，来继续，好，停一下，还有什么？谢谢 James K， 谢谢杨雄，再见，再见，气死！哎，你们很过分哎！谢谢杨雄，再见老师，我感谢，再见。为什么？那为什么？觉得你们就是抢到的人是怎样？比两个七角，就来一点两个七交叉，七交叉。你在干嘛？哎，他们都很哇，是 Hello 少年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曾是少年。对，你的名字耶，曾是少年，很好笑哎。哎，不是，曾是少，开口朝下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样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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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了。为什么会有点障碍？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障碍嘞？噔噔噔噔噔。真的是无限。对。生日会上来还不会比耶，怎么可以怪我嘞？我好像很障碍，因为我看到这样子。这是什么 ？Unlock。啊，这是剑雄是不是？被亏爆！哎，是我呛你，还是别人呛？还是别人呛？我忘记了。剑雄那时候有被抽伤破音，这个吗？我真的是过来一点，好，我很过来。我的头阵的比例都要比你
都有，这到底是谁的直播间？还好吧，一人一半。我头大了呀。嗯，好天气吧。我电号干净加白色。哪里的？刚刚那个是什么呈现？哪里呈现的？超烂。这个吗？这个不是吧？画面面姐的头大概是2倍大，很快，大家不要这样。你平常都这样，你叫别人你们不要这样，一点公信力都没有。不用，我可以，他们不行。因为可以远一点。够远吗？你头已经粘在墙上了。是吗？远一点，变小。哎，你平常吃？好，谢谢。蛮像的，遮尾巴，不，土哥是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说不出的，哦，好好，很酸是不是？很酸很甜的，哇，你讲了棒，第一名是招财进宝，你果然是真的很招财进宝呢。改叫什么？财源滚滚，五福临门。我觉得财源滚滚还叫，我们要说什么？卡到。我会好害怕按到那个，就是会跑到别人直播。对啊，这种很可怕。它的甜跟我的甜不一样，就是它是甜，但是好咸，不是不是好。我的位置已经坐软了。第一个很酸，它肉一条。我也是最近，那我很喜欢吃软糖，然后我都发现一种无糖软糖，酷吧？面热情手熟，手熟，什么意思？不理解啊，为什么要手熟？手熟，手熟，干什么？遮脸吗？不行啊！啊！
楚哎、欸。谢谢杨。就是啊，每次都不行啦，好，代表现在人很多。谢谢杨。自己动手啦！我不想了，我不想了。大家加油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对，我来吃瓜。现在柔瑞婷的直播间让我先到领了红包，吃瓜群众。啾啾，谢谢雅安的 kiss 啾啾，谢谢。哇，李大轴吗？那个是轴吗？不知道，我问的。第一次看有人抢两台，我跟你看，真的。不会太啊。就平常抢红包，没有，我爸妈看我们直播间抢红包都是这样，然后就说没有人这种时候会送红包，是哦，哦好，我要去厕所了，好、啊、你去啊，他说你现在一直按什么意思？他们都会在你去厕所的时候丢红包，厕所可以停下来吗？可是我将会抢到。哎、欸，你爸妈很可爱。哦，是念纣，纣王的纣，了解。轴应该是肉不是？很多啊，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气死！啊，为什么都不正确啊？啊，没了，好生气啊！谢谢蜜拉的红包，谢谢。面妈都真的假的？你妈一直想看你厕所？面妈一直叫，对，真的。一开始就是我去厕所的话，我会把我们家虾虾那只鲨鱼放到我位置上，让它主食，然后我去厕所。然后他妈妈就讲话，妈妈不会讲话，就大家就都不讲话，然后自己聊得很开心，然后就会丢红包给虾虾抢。哦，这就是我对大家的一种癖好。好笑哎！你家虾虾手气很快，很会抢。好笑。嗯，不有趣，很难过。然后回到之后，主播，其实你今天整天收益最多的时候是这段时间，然后你去看那段影片是座位上没有人这样子。就跟刚刚我婷离开直播间，然后一个派一样的，就是整个队的背景一直丢。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这么喜欢我这背景。瑞婷，我知道左边这位是谁。你好，我是谁？好，对，你到底要玩几？就喜欢知道你是谁。还有牌子，牌子啊！见面在练盲前会去测，不需要介绍这个。我们，我真的，我们就是你练盲练很久。对，对啊，他练盲练很久，不像我，我练盲练超快。然后我叫蔡雅恩，你可以叫我蔡雅恩，因为我。看当天的心情跟气氛，要怎么练啊？要怎么练来给你练？就是第一名是喂喂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是手势，你那个是有什么那个那叫什么？第一名是蔡阿姨呀，阿姨呀，这样子然后练超久。第一名是来自基隆。哈哈哈哈哈！动物方程式对，动物。哈，你很棒吗？哈，哈，嘿，闪电，你知道？好了，你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那个笑话是什么？忘记了。就是哦，骆驼三个峰。哦。啊，对啊。有什么骆驼是？怀孕的骆驼三个峰好像不是，对啊，我记得也不好笑。对，树懒都没面姐念榜念那么久，三峰骆驼。为什么你没有听过慢慢鱼的故事？没有。慢慢鱼。哦，你说什么？就是一只小鱼去找一只大鱼，然后大鱼就说我喜欢吃讲话很慢的。然后小鱼说：“哦，爽。”哎，然后我觉得很不好笑。你要讲的有感觉一点。那你讲一下。有一天，有一只小鱼，然后它叫做慢慢鱼，然后它在大海里面遇见了一只大鱼，然后它就说：“大鱼 ，hello。”然后大鱼，哦，没有，它说：“大鱼 ，hello。”然后大鱼就很开心的跟他讲说。
嘿，妈妈鱼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大鱼就回答说，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样的鱼吗？我喜欢吃讲话很慢很慢的鱼哦。然后小鱼就然后妈妈鱼就回答说，我走。我觉得我卡住太多了，不行，奥索，我喜欢吃讲话很慢很慢。大鱼他容你治水吗？我知道。只会挺好看，对。他为了见你们那天会想得特别特别好看，真的，对。好看到他自己会被他自己迷到，真的，我在开玩笑，我没有那个看的真的是，好正哦。他平常为什么不想这样？不知道，没有。你说小慧的武器店不是卖看不见吗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他看犯贱。他那个武器店都犯贱。对，他们，我记得 Sakura 组的 MC 话题好像是他们在游戏里面的职业，然后他说他是会卖看不见，然后看不见的那个剑就是那把剑，对对对，然后他就问大家要不要团购看不见的，对，他是武器行的老板，自己被自己很难懂，对，我也觉得很懂，你真的很难懂，真的很难懂，真的懂。这你也很难懂，两个怪人，哎，好可爱哦！谢你啊，MC 没说出口的犯贱居然说出来，不会吧？他蛮欣赏这个梗的呀。真的是看到人，天哪，我睡着了。这个 Brian 的玫瑰，这种时候突然出现玫瑰，是还有拉掉的红包吗？还是很唐突哎？瑞婷要帮我转一下，怎样啦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这样会吓到人吧？会吧？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被吓到。太过分了！你最乖。他平常喜欢智障的。我放弃。是谁？是熊熊，你家。吓到有点被吓到。哎，刚刚截图，哎，他截图了，不需要截图。怎么慢？你的黑历史。他还慢了，熊熊还慢了，他还觉得他慢了。已经来这一张脸，对不起，我吓到你威了。懂车，你懂车，懂车。阿华懂车。不需要，然后你自己把派披在那个脸上，合理吧？聪明，谢谢大家。讨厌。那你要怎么念吧？然后我都乱念了，我的第一名是，没有，我从下面念，对，最后一名是，然后再，还是我体验一次你的，那现在就可以开始。刚体验一次我的，对，我们现在529 ，Hello 翠翠 ，Hello me， 翠翠也有哥哥哎，上次有来就是，对啊，但出出来都不知道。哦，对，我问你迟到，迟到仔 ，Sorry， 对，我会看这个时间，都是，还有我通常都是。半小时前开店，是半小时后开店。原来是这样子。我觉得声音很太大。主要没任务，哎，他们没任务是宰你派，怎么那么可怜？哎，不需要吧。小小，我很喜欢宰你的。我没有很喜欢被宰派啊，我明明就不是这样子的 NPC， 你知道吗？我不是站在这里被大家宰的呢。今天瑞玲有，瑞婷有，瑞玲是谁？瑞玲是谁？瑞玲是美而美。瑞婷跟聪明超的结合。瑞林，谢龙，瑞林，熊现在爱砸的嘞，不需要继续努力，这种东西不需要努力，好不好？
说念榜念很多，我先不要。那你们就可以加班个半个小时，对吧？专业热爱。今天不行，对啊，今天不耐心。可是我妈来了，妈妈去上班吗？嗯。瑞林，一家。一家又。笑死。不是，我说被粉丝霸凌的。哦，说砸盘子，他也可以常砸。我不介意砸盘子，面面倒是蛮介意。蛋糕不能乱吃。不行，吃了会胖，好不好？派我觉得还不错，但蛋糕也不错，但另外一个就先不要。另外一个我也不要，拜托。谢谢大家。食物荒毁。前面练两个小时，一个半。最夸张的有到一个半，真的假的？忘记了，为什么那一次？因为我那一次每一个人有讲感想，但是我记得那一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为什么？是选拔吗？还是正式分身子？我忘记了，反正有一次直播很重要，然后我就那一次讲了15个人还20个人的心得，就是对排行榜上的人。那如果你遇到一个你很不熟的怎么办？死命的挤出来。这不就是一定要的吗？对不对？升格那一次吗？讲，我记得好像讲20个，对不对？就是。我觉得都会有想法吧，毕竟就是你知道，就算你不熟的人，但是如果这个直播真的陪了你2个小时，你会有想法，就是反正什么想法都会有，就是讲就对了。通常对不太熟的人也不会上吧，超会尬聊哎、欸，可是我平常是一个不太会尬聊的人，平常罗瑞婷比我还会聊天，是吗？因为都是罗瑞婷今天都来密我，都是他主动。他都不来找我，真的有这个问题，我好可怜，我也觉得，不会，当天直接跨页，对，愿意送礼物都上榜，就会，一定有什么互动，香港那超像那个光头妹，对，我一直觉得我讲话很缺氧，我一直在打哈欠，你知道是缺氧，你知道打哈欠会传染，快点，快走，那我现在。对啊，听不到的情况很怪。嘟嘟卖肾的比较少，卖肾的卖起来，对不起，先回去上班。对于你过来只为了砸派，然后要回去上班，真是我表达非常至高无上的敬意。Very 共享，共享二氧化碳吗？恶心吗？恶心！喷我们的纸笔会不会勾起我们记忆全个本？什么全个本？全个本？我不太懂。哦，他的本名吗？因为我们喷我们会员卡签纸笔的时候是签本名。他刚刚说他的会员卡抽到我们2个人的纸笔。然后呢？帮助我们记忆起全个本，就是会认得他吗？认得他的本名吗？所以你是希望我们下一次看到你是叫本名吗？你不觉得这样有一种身家被起底的感觉吗？对吗？很恶心，白瑞婷。对，大家要来真的活动。对，然后听瑞婷现场玩的很恶心。不会，我不会对他们讲恶心，我只对你讲。还有王一佳。好贴心哦，怎么那么暖？虽然瑞婷她觉得距离很近的证明就是够恶心，哈哈哈哈哈。记住这件事情的，不要强求，对，不好啊，那就不要贴出来，这样我就永远不知道我们签到了谁。对啊，对啊，不会的哦。那你觉得最恶心的是谁？他说的、啊，如果恶心是你的定义，你觉得距离很近的话，是你刚刚那样子，真的很恶心。你刚刚在呼气耶，断章取义。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就是念吧，我们再念一下。哦，要哎，你很会抓时间。那如果你快速念吧，就拍手，就是每个人都会拍手。那就跟我看你要从第几名开始。我都从第十。都从第15。
看我心情，有时候我都不念。有时候谢谢大家。对，我就说我现在可以不念嘛，然后他们也不是说不行啊，然后我就这样子啦。你看有多少人是派上来的，看着数量，你们这些人，哇，你们这些人，这两个很不浪漫哎，七夕前的杂派，我第十名哦，好，没有问题。那如果你念的话，就是休息跳的事情。现在第十名是我们的，就叫你去当薪水小偷，你还不去当，真是。第十名是我的塔塔。谢不谢？薪水偷起来哦！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好哥，好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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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薪水小偷啦，你好。今天的第九名啊、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他。是你家？他翘班就只为了来砸你的吗？砸你的牌？没有，今天是大家都想要让那个瑞婷见识一下什么叫做派的威力。嗯，好厉害。嗯，相信他今天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也不会很快。如果你很欣赏的话，你可以多多跟大家说。等到哪一天罗瑞婷就是又有一个强力的纪念日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开心。罗瑞婷，我跟你说。哦，真的、哦？所以你那时候派是这样来的？我不知道，他为什么会砸派回复？你不知道是不是？好吧，今天第九名就是我们的熊熊，耶、yeah! ！谢谢熊熊，之后可以多来看。第一次见，初次见面，你好，我很好、哦，你很好、哦。北演员昨天有看到现场蛮气的吧？有吗？有吗？北演员昨天有去吗？这可以问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。北演员好像有算 report。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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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派里面其实还有情书啦。有。北演员有看到现场把很可爱、很可爱、很可爱的罗瑞婷气了吗？很可爱吧。那叫什么欧西卡美啦，看一波。所以今天有，我有跟天使对到眼，天使运气很好哦，运气很好，真的运气很好啊。天使下凡来放电了。今天的第八名就是恭喜运气很好哦的北原，谢谢北原，恭喜你昨天跟我对到眼。今天的第十名，啊，你有对阿卡的印象？他的名字后面都会有个猜，猜一推，对，列几推。然后而且他头贴超常换的，今天什么都是很可爱的东西。眼口都摸呆机的，休息也是很重要。他的鼻，他的嘴巴长在眼睛上面。我刚刚以为是鼻涕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阿 K 啊，我以为你的头贴那个嘴巴是鼻涕。他嘴巴长在眼睛上面，嘴巴哦，对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对吧？那个是鼻子，这个是嘴巴。对啊，不是，这个是鼻子，这个是嘴巴，啊、这是嘴巴。所以他的嘴巴跟眼睛是同一条，同一个那个，跟最上面是同一条线。他的鼻子在这里。对啊，所以你不觉得如果他是鼻涕的话更合理吗？有点太……好，接下来是个有点恶心的阿 K 啦。没有啊，讲不懂。耶、yeah, ，谢谢阿 K 啦。最大的印象就是他的头贴都超可爱，每一次都。我只记得有老鼠，有老鼠，就是某鼠头贴，某鼠。我不知道他头贴可能有一次有某只老鼠，或是很像老鼠，很像老鼠，像小仓鼠吧之类。今天的第六名，今天的第六名，这个你熟啦，这个我不熟，你不熟，对，我不熟。可是我必须要说一下。就是其实灵异家庭是天下无敌啊！好了，但是灵异家庭还是很棒，就是这个部分还是赞的。他说灵异家庭敢说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，真可以吗？灵异家庭天下无敌，为什么当初是天下无敌？当初这个口号怎么了？忘记了柏林取的天下无敌，而且敌是二声嘛，然后我的情也是。有点押韵的概念，很顺。好的，可以。你这样我就看他手写字把那一段擦掉，然后写无敌。OK， 谢怀，谢怀。那怀现在应该是不是还是
很辛苦在上班，都要去茶水间，被主管盯着。他说太常去茶水间会被主管盯。所以他来看直播，可能要去茶水间会凑钱。你就把直播偷偷收到手机里，然后开蓝牙耳机。对啊，雅安教你当薪水小偷。但是没有吧？就上课经常做事啦。好，今天的就没恭喜你也跟上了一个杂派的顺风，谢谢你哦。你跟命算熟吗？他是最近的。他今天杂派杂到熟了吗？哎喂，好，请多来一点哦，可以多熟悉一下，用派增进感情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命，谢谢命耶。好的，今天的第四名，虽然说罗乐婷胜了三拳，但是我觉得还不够，我们应该要多胜去，对，我要赢，对，你要赢，我要赢，我赢，赢啊！好励志哦，好励志的一个片段、哦，我要赢。希望今天他去多拜拜，对，之后手机会有。谢谢 F 今天的红包，还有剪刀石头布，耶！谢谢 F， 谢谢。感谢 F， F 这个时间在上班吗？这个时间在上班。这个时间大家都在上班。对啊，这个时间大家应该都在上班。辛苦了，谢谢他这种时候还。谢谢大家来当薪水小偷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我前三名会不一样。第三名我会等，然后越来越多。但前三名只会不是只会，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了。前三名会有个截图，就是啊，那这个就是你哎、欸，不行，今天不是我的直播间，就是你，所以你要造就你自己的特色。那我就是一样念上去，然后他们才会有截图，就是他指定你的动作。对啊，那这段要交给你了。可是我还没念完呢、啊。对啊，好、哦、好，开念。今天的第三名，这个人不常来看我。好、哦，哎，被爆料夜空明月，听到了吗？来，感谢我们今天的夜空哦，他有日文叫 Megaji， 看你喜欢叫明月、夜空明月还是 Megaji， 英文叫明夜空。月月耶耶，嗨耶，好的，谢谢月月。月谢谢明月，谢谢明月，谢谢，可以多来看我一点。谢谢第二名，他的头贴是火锅，我不想念他，我也没有很想念，我好难过。我刚吃饱，你刚吃饱吗？没有，没有火锅，我一看到火锅我就很生气，我就很想吃，还是想吃的部分。你不喜欢看起来啊？不是火锅啦，是肉，它是油猫尼苦，你有吗？他过来煮去吃、oh, 是吧？我记得他还他说他吃烧肉不需要运动，对，就是他去吃烧肉他还不需要运动，他很开心。我心情就很不好，我就真的不好，对，所以那个恭喜第二名的杨雄肉我不好，谢谢。肉我不好，我不好，我好想吃啊！好干净。第一名是 Tun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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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una。好，啊 ，Tuna 读书加油，不知道是读书，反正加油。Tuna 还是学生吗？他还是学生。因为神秘长，我都叫他要好好吃饭，那是我画的，很可爱，被围一半头了。哦，哎、欸，你看得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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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得出来，你看得出来，我看得出来。他们都说这什么？对，那时候都，那时候呢？因为有一只，以为有一股电线，我看了一下，对，好，围一罐头。现在今天第一名围一罐头，谢谢 Tuna， 加油，加油。他在发红包吗？他是在发红包吗？你抢不到，你抢不到。好生气哦！哎，为什么你这次都不过？而且我还很准，你这里超准的。请问哪里不对啊？哈！算了。什么神奇的彩蛋？大家都看不出来。谢谢。是怀吗？是怀怀的红包吗？我没看到，跳掉了，因为拼图发不过去。在你的红包哦，然后出来加油，然后累的时候就是再来看看我。
记得累的时候可以打哈欠。为什么？因为打哈欠会传染。懂没？啊！我抢了，我抢到了。你帮我抢到。我抢到。谢谢怀柔。谢谢怀。好，芝麻加油！累的时候还是可以来看一下。赞！谢谢你。记得好好吃饭，现在是你的时间了。好，大家可以好吃。哎，糖糕，哦，你要吃糖糕。大家可以吃姑娘、杨雄跟明月。对，嗯，没错。再指定一个动作。嗯，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规则。因为你说有不想来看你的、哦、就是前三名可以指定一个拍照就不能动的动作、嗯、就这样，因为为防平常动起来，他说哎、欸、他想要跟他我跟你比爱心，我们比这个，那也是我比赞去比爱心去好，1 2 3 4 5，好，这个，不要自己解释，不要自己解释啊！就这样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可恶！是什么？画图，杨雄跟金面面哦，不要，什么什么？大家有金面面不要，不要，换一个。清零节，清零节，我真的认为你手暖的，很臭吗？还好吧，蛮臭的，很不情愿的，为什么？好，哇，嗯，乖乖乖，哎，平常是不太，哎，也会撒娇，也会撒娇，不同的撒娇方式。哦，对，热情不撒娇。我练的。对，我不喜欢被摸脸。1 2 3 4 5，幺七八九十。我这张脸真的很大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多大？我好像，他好像假娃娃哦，就在我旁边玩真人的比例，然后还像娃娃的比例，没那么夸张，你很严重。为什么妹妹一脸被强迫的感觉？因为我感受到我头的比例不太对。行吧，再来好一点。好啦，你好。太突然。可以吧？嗨嗨。好啦，今天直播就这样。为什么他背上很老？你居然突然嫌弃了你的 BGM？ 我不会，我比较不会听这种比较偏纯音乐。你们的认同也跟娃娃一样好吗？谢谢瑞婷给我新的头贴。下班，拜，亲。下班。我也不认识亲啊，亲是亲是我的女粉。他知道亲吗？嗯。拜拜啦，拜拜啦。OK，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，然后。下礼拜呢，就在下礼拜的直播时间再锁定官方的脸书就可以了。然后就这样，谢谢今天的可爱来宾、神秘嘉宾，谢谢我们的雅恩。被霸凌的部分没有，我最爱你了。